被迫养猫第二集上集回顾。我是开仓鼠店的，这头猫我怎么养的？这猫子是哪来的呢？刚来到玉林，房子就走了。正片开始。放点水啊，差点忘了，直接点到炫了。加了温水，把猫粮泡着，然后再加两勺羊奶粉，一勺应该差不多。先加一勺吧，它搞得太浓了，这种搅一下，这很难受，手指头脚不过分吧？搅太给他们吃。吃饭，小猫们，你在狗叫什么？下去！哎，小猫咪这么可爱。小菊的脸还蛮干净的，这个小菊的脸也是干净的，这个小菊的脸也是干净的。这是两个白菊，这两个白菊的眼睛是脏的，而且擦不干净，很烦。又出现了新面孔，不把自己当外人是不是？进来就开涮啊？我跟你熟吗？啊？嘿，小奶牛，嘿，直接把黑黑搞懵了。直接懵逼，看着他进来就开涮，涮黑黑的吃的，不把自己当外人了，也不怕人的，啊，也不怕我，说进来就进来，你还要在黑黑的捞上粉里捞头粑粑，是这个意思不？啊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这是小公猫吧？面纹蜜妹妹也很乖哟，大黄很舒服啊，肉肉的，直接开始干饭，拜拜。你他妈的干什么啊？打我，来呀，打我，你打我，我打你又怎么样？你有见过人吗？呸，你有砍过人吗？你有见过死人吗？家人们，造景的装备全部都到了啊！右边这个扁盒子里面放的是一个巨大的笼子，左边的都是造景用的这些材料啊。什么是造景？就是把仓鼠笼子搞得人蛮好看的。明天来看啊！点关注，拜拜。